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度。你是谁？我是赵丽丝公主，最厉害的小魔咒三龙。哇哦，三宝好厉害，可不可以收我为徒，教我功夫？你哼，那个只要你答应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说话算数。哇，这就是少林寺。师傅，三宝，诗学会了吗？就贪玩，背。千金折，李白。君不见黄河之水，来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楼青丝暮成雪。这酒喜庆知狂雪，主人和我言少钱。金须古曲对君酌，为君饮三百杯。师傅，他是小杜，他想来拜我为师学功夫。留下来要靠本事，背。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暮成雪。或是金樽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换美酒与尔同销。万古成。哇塞，小杜，你这是什么头呀？嘿。三宝，小杜会背可以先留下，你不会该如何？小杜，帮我放个好玩的。不要麻烦宝，再被野店师傅发现就惨了。没事，快点。好吧。哎呦！哼，三宝，你顽劣成性，不知悔改，怎么当小杜的师傅？来。断一发，三宝，小杜，这地上大大小小共有48个坑，都是历代武僧刻苦练功而打出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要想得真功，必先下苦功，明白了吗？7日后我再来验你二人。三宝，还在想练功坑的事情吗？对不起，三宝，都是我耽误了你的修行，我还是走吧。小杜，我也有错，我说谎了，我不是少林寺最厉害的人，我不能收你为徒了。三宝，是不是最厉害的其实不重要，能为我指路的人就是我的师父。那你还想认我做师父吗？我们一起努力，说话算数。心有一合，必与气合；气有一合，手与足合，刚柔相济，内外互导；内柔外刚，内强外壮，稳修其心，固定其身。全无功，一场空，也无身。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御马泉？到我了。小度，师傅，我努力了，可是我还是不会练。小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，我们没必要拿自己的弱项去对比别人的强项，给自己平添烦恼。虽然你不会武功，但是少林经书万卷，壁画千墙，你都能过目不忘，这正是你的功夫。师父，俺小度可以留下来了吗？师父，哼哼哼。小度，俺不快认师父。师傅。